今天呢收了一批这样的非常漂亮色系的辣妹体啊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。挂在这里呢，颜色非常漂亮，其实比较韩系的一批。然后这一批呢，它整体全部都是这样以 U 型口为主的。你看这个款，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小 T 啊，面料超级好的。那离近看一下这个包边，黑色有可能看得不清楚啊。然后我拿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包边细节做的是非常好的啊，包括这个吊牌。图案呢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图案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批 U 型口，就像我身上穿到的这个 U 型口，特别显腿长的一批啊，今年很火很火很爆的一批啊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款式，款式呢你看这个色系很温柔，领口这个位置啊，它说是螺纹棉，离近看它有弹力啊，弹力很大，可穿范围也比较大，但是整体面料摸上去又是有一点点厚度，比较有质感了。你看像这种 U 型口真的是好百搭，不管大家搭什么类型都好看啊。这一批款式呢也很多啊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效果，色系超温柔，黑白灰主色全部都有啊，然后其他呢就是粉色绿色的颜色啊，然后呢是淡粉色淡绿色啊，做得很漂亮。像这种的它也不挑年龄段，任何年龄段都可以驾驭。你看这个黑色往身上一放啊，你们就能看到这个显瘦的效果。还有其次啊，这一批呢咱们收的数量其实并不多的啊，只有1000多件啊，因为他家不怎么挑货的。但是呢他家这个款式面料真的是没得说的，你看像大家搭配的时候可以随意搭配，自己这边打一个结，效果也是很棒的。然后这批有这样的直喷的印花啊，所以摸上去是无感的，风格呢超级全，款式也比较多啊。你看我挂起来有字母的呀，有印花的呀，然后你看这个 U 型口有这种卡通图案啊，风格真的是很全很全，不就说了啊。我就跳着给大家过一下这批的款式呢都很漂亮啊，版型呢也比较偏大一点的那种正肩的类型。你看像这样摆起来真的很韩系，面料呢一看很有质感啊。所以说话不多说啊，如果说大家对这批货感兴趣的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你看这个直喷印花完全无感，全部都是独立的拉扯包装啊。那有人说你这个尾货会不会有瑕疵啊，不会的啊，咱们这个是新款啊，全部都是最新款的独立包装啊，而且价格呢它也不贵啊，只有十几。你看这个直喷印花超好看的啊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